民进党性骚案件连环爆，总统蔡英文晚上的时候在脸书上发文回应，表示得知被害人的受害经历之后，感到很不舍、很痛心。身为前任党主席，要向社会大众还有受害者道歉，同时呼吁大家不要利用受害者做政治操作，造成被害人二度伤害。而目前党中央已经承诺将全力调查相关案件，持续检讨改进党内规章。